Olsen 电竞天王椅 S， 漫威限定款，会按摩的电脑椅、办公椅、人体工学椅，重点就在于震动按摩，螺旋式的震动按摩呢，震动的时候它会顺便带动我身体里面的血液循环，震动完之后啊，会有觉得腰跟屁股还蛮轻松的一种压力释放的感觉。最大角度啊，可以躺到155度。每次我把这个巧磨枕啊搭配这张椅子一起按摩，我都真的觉得非常舒服。还有腰部的地方，那像腰部啊、背部这些地方，我大概都只需要按摩个5到10分钟，就会有很明显的改善。这种阶段性的震动按摩啊，可以大大降低我坐在椅子上面的那种疲劳感，非常推荐给久坐族的你们。Hello， 大家好，我是魏魏先生，来来来，看过来。如果你是 Marvel fans， 漫威迷，看到今天我坐的这张椅子，你一定会非常着迷，而且很有兴趣，因为在我身后坐的这一张啊，它就是一个蜘蛛人造型的 Olsen 电竞天王椅 S， 漫威限定款。它除了造型很吸睛之外啊，这张椅子呢，它还是一张会按摩的电脑椅、办公椅以及人体工学椅。因为这张椅子啊，它的造型真的非常的吸睛，所以首先呢，我要先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它的外观主视觉。在椅背上呢，有一个很帅气的蜘蛛网，跟我们常常看到蜘蛛人胸口的标志。那随附的这个腰枕也是搭配了蜘蛛人的刺绣图案，所以整体看起来呢是非常的有一致性。提到 Olsen， 我们就不得不想到按摩，因为它最有名的就是按摩椅。那这张电竞天王椅 S 啊，它的重点就在于震动按摩，而会震动的地方啊，也就在于我们坐上椅子之后椅垫的这个区域，震动开关按下去啊，坐垫它就会开始启动震动按摩了。在这边我们第一段按下去的是柔，它每分钟可以震动1850次，那再按一下呢，它就会跳到强，每分钟会震动2350次。那第三段就是自动，它会介于柔跟强之间去自动做切换。我觉得它设计的这种震动啊，对于我们这种长时间需要坐在电脑前面，或者是办公，甚至你玩游戏一玩可能就玩2-3个小时的这种人，有时候我们的下盘可能腰、屁股、大腿的部分会感觉到坐久了血液不循环，然后肌肉开始僵硬啊，或者是酸痛。这种螺旋式的震动按摩呢，我自己的感受呢是，好像震动的时候它会顺便带动我身体里面的血液循环，所以我的大腿啊跟屁股就会比较有点温热的感觉，然后不会有那种肌肉被压很久无法释放的感觉，反而震动完之后啊，会有觉得腰跟屁股还蛮轻松的一种压力释放的感觉。所以像我这种一天到晚会坐在电脑前面看片、追剧、工作，或者是聊天、打屁、玩游戏，只要坐久了觉得身体不太舒服，我就会顺手按一下按摩。然后它这种阶段性的震动按摩啊，还真的可以大大降低我坐在椅子上面的那种疲劳感，所以我非常推荐给久坐族的你们。那按摩跟大家讲完啊，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聊聊这张椅子的功能性。刚刚有提到 Olsen 电竞天王椅 S 这张椅子啊，它坐起来的包覆性跟支撑性是非常足够的，无论是在我的屁股、腰甚至脊椎的部分，它都做得非常贴合。那一张好的电脑椅啊，一定要有足够的支撑性，久坐在上面才不会觉得腰酸背痛，所以第一关呢我给过。那我们坐在椅子上啊，手最经常会靠到的这个扶手，它也有非常多的功能，除了上下的移动之外，现在啊它还多了前后调整跟水平转向。那像这样子功能的扶手啊， Olsen 把它取名为 4D 扶手。我个人最喜欢的啊，就是它可以调整高低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常常坐在电脑桌前面，我用的是升降桌，那今天我的高度啊如果来到了这个位置，那我就希望我的手可以跟桌子是水平的，而有支撑性，所以上下的高度调整好之后呢，就可以让我打字起来真的非常轻松。那在扶手底下啊，有一个椅背拉杆，在这边右侧的位置，它是用来调整我们椅背的这个斜躺角度，最大角度啊可以躺到155度，像我现在这样子躺着的感觉。那在椅垫底下的这个杆子呢，它也是气压式的椅杆，
我们可以调整它的上下高度，由 9.5 公分，不管你要高还是要低，都可以去做调整。那也因为它有这么多的功能，角度可以去做调整，所以能够随着不同人的身形坐上去，无论你是高矮胖瘦，喜欢高喜欢低，喜欢躺一点或是喜欢立一点，我们都可以自己去调整到一个最舒服的状态。所以如果你要说它是一张可以专门为每一个人去做客制化调整的椅子，其实也一点都不为过哦。好，同步啊，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很适合搭配这张电竞天王椅的配件，它就是 Osen 的 3D 巧磨枕。那这个 3D 巧磨枕呢，我可以看到它的按摩球在这个位置，那旁边啊有附了一条电线，这个电线呢，我们只要接上它附的电源线，这样子插上去之后啊，在右手边这边有一个开关，第一下我们如果按下去，它就会产生出亮光以及旋转。那目前这个状态啊，它就是可以加热跟按摩同时进行。那在按下去的第二段呢，就是取消加热，直接只有纯按摩。那为什么我刚刚会提到说这个巧磨枕它是非常适配于这张椅子的一个配件呢？原因就是这个 3D 巧磨枕啊，它可以直接搭配这个电竞天王椅 S 的调节绳。我们可以看到上椅背上有两条调节绳，用后面的魔鬼毡扣上去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路从脖子、肩膀、背，甚至一直按摩到腰部的位置。每次我把这个巧磨枕啊搭配这张椅子一起按摩脖子跟肩膀的时候啊，我都真的觉得非常舒服。因为我觉得 Osen 的电动按摩啊，它的技术真的是做得非常不错。那除了脖子跟肩膀之外呢，背部的地方，还有腰部的地方，都是我非常经常会使用来按摩的部位。那像腰部啊、背部这些地方，我大概都只需要按摩个5到10分钟，就会有很明显的改善，肌肉放松很多，久坐站起来也不会觉得身体这样子腰酸背痛了。好，我先关起来，这真的不能再按了，因为每次只要巧磨枕开着，然后我躺在这张椅子上面按摩啊，眼睛闭起来就真的会快睡着，所以再按下去啊，可能就没办法结尾了。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台 Osen 电竞天王椅 S 漫威限定款蜘蛛人造型的。那这样椅子的开箱影片就差不多分享到这边。如果你是喜欢漫威的其他角色，例如美国队长、钢铁人等等的话，在 Osen 的官网啊也有不同造型的电竞天王椅可以让大家去做选择。详细的资讯呢，我就摆在底下的资讯栏。那最后，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IG 也要记得追踪起来哦。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拜拜。